当然进八强是大家很开心啊，那但是中间应该就是在强度上的洗礼，以及从一个乙级的孩子，就是国小可能是社团或者是跑田径刚起步的孩子，然后转化成甲级，其实他对于心理的层面要非常大的抗压，而且需要去做说明，然后要时常跟他聊天。这应该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长背景。那我觉得最困难应该是在沟通的部分，以及他未来的目标。因为有些孩子可能还没有长大，那他的心智成熟没有这么好，所以他在最后选择的部分会比较彷徨一点。对，大安球风是有延续我以前在南湖的教导方式以及训练模式，因为原本这间学校的风格比较缓慢一点，那其实现在国高中真的比较竞争，而且孩子的发育慢慢成熟，所以跑动以及打球的方向都比较快速一点。其实我们在练球上没有分大小队，所以基本上学长在操作的部分学弟都有操作，那学弟他们现在的整合跟方向技术上比原本的学长还要再往前一点点，但是在他们在身体的对抗以及素质的部分其实还没有长大，所以在处理球的部分 就会比较没有这么完整。我觉得教练是场上是很严厉，然后每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然后可是场下还是就温柔，然后可以跟我们沟通，就算不懂的都可以跟他去沟通。对教练是应该很温柔，也没有，就是我觉得教练是一个很严肃的，然后在仅限球场，在球场上他会很认真，可是在场下的话他就可以开玩笑。先教学弟一些做事 要懂得做事，然后在场上的态度吧，因为他们这批有点皮，所以要跟他们说乖一点，把学长的意志然后传承给他们，然后我们自己也要好好努力，然后保持学长的名次，是很开心啊。然后二是压力很大，就觉得就有更多的责任感。然后也是这学校来很久才破了纪录，所以我们这届的压力比较大，就是还是要放开来打，因为有些人会被选上当十二人，然后在场边有那种临场感，就会知道自己要该做什么，然后自己不足什么要自己再试一下补强之类的，必然会觉得会跟别人有落差，然后会更努力练球去追赶他们。大安国中在以前也算传统名校，而且地理位置在捷运或者是公车都算蛮方便的，但是因为这几年说真的战绩不是很理想，所以在招生上就会面临孩子会选择金华以及新一比较传统的名校，而且人家发展状况真的也比较好一点。那我也希望说借由这今年打出来的球风以及我们学校老师一起共同努力改变的氛围上，让大安永续发展以及更有维持竞争力的空间。